神奇沃土，名曰斗罗大陆。大陆上有星罗和天斗两大帝国，这里的很多子民天生拥有武魂，当他们武魂觉醒后，便有机会从事斗罗大陆上最荣耀的职业——魂师。魂师猎取魂兽，获得魂环，实力才能不断提升。魂师的存在让很多宗门应运而生，其中最为强悍的七个被誉为七大宗门。昊天宗作为七大宗门之首，与蓝电霸王龙宗和七宝琉璃宗共居上三宗，引领天下魂师。与此同时，一个特殊的魂师组织武魂殿势力逐渐遍布大陆，足以制衡两大帝国。另一边，在小小的圣魂村，少年唐三成功觉醒出极为罕见的双生武魂蓝银草与昊天锤。为了学习，唐三拜师玉小刚，与同窗小五相识相知，而后他们一同进入史莱克学院，与戴沐白、朱竹清、奥斯卡、宁荣荣、马红俊组成声名赫赫的史莱克奇怪。大家共同修习，结为莫逆，一同走向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。七人一路过关斩将，最终杀进了总决赛。然而，今天他们面对的是实力远超他们的武魂殿黄金一代，这无疑是一场生死战。双雄争锋，谁主沉浮？史莱克学院和武魂殿学院将要一争高下。他们每队各有七人，且个个武艺超群，表现优异，但胜者只有一个。今日一战注定成为经典，到底谁可以摘得桂冠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面下正在看着我，这场比赛一定有赢。拿这么稀罕的红果来做奖励，这次咱们赢了稳赚不赔呀。最稀有的那枚头部红果应该是给他的嫡传弟子胡列娜准备，看样子武魂殿学院这次对冠军可是势在必得呀。胜负未定，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总决赛现在开始。兄弟们，开武魂！差距是无法逾越的鸿沟，魂宗对魂王，找死！老师说过，狮子搏兔易用全力，轻敌乃是赛场大忌。开始了，你们要
格外注意胡列娜，她的魂技以魅惑为主，是精神力攻击，很容易让你们丧失神智。魅惑跟我的第二魂技一样。是，所以除了你还有拥有极强精神力的小三以外，都要警惕着胡列娜的魅惑攻击。再厉害的魅惑技能也需要通过听觉、视觉、嗅觉、味觉、触觉和感觉这六感之一来触发。面对胡列娜，史莱克战队的队员竟然封闭了自己的六感，不得不说这是既朴素且有效的防守动作。想对抗我的魂技？第二魂技魅惑。清醒点。谁精神力强，谁就能占上风。小五不是为了占上风，是为了打断胡列娜的先手，让封闭六感的几个人进入战斗。小刚，你果然有所准备。四环魂宗的实力竟然这么强。邪月速战速决。邪月一起使出了武魂融合技幽魅。幽魅最大的特点就是控制，在明雾范围内所有人的感官被降低，魂力被压制，一切行动都变得迟滞。史莱克奇怪为什么不阻止他们融合，难道这是大师计划中的一环？这个红魂能压制我们的魂力，保护蓉蓉和小奥。飞行技能，看来史莱克战队当中有被大家忽视的天才辅助魂师。飞行蘑菇城在之前比赛就出现过，武魂殿误认为那是小三的魂技，却忽略了小奥。
谁让武魂殿学院战队一直轻视食物系的魂师啊？是时候让他们见识见识小奥的厉害了。胡列娜和邪月的武魂融合技，让他们的实力瞬间达到六十级魂帝级别。小三凭借他的紫极魔瞳，独自对抗，是一步险招啊！胡列娜和邪月是武魂殿战队最强的两位魂王，我必须拼尽全力拖住他们，这样再老大他才有赢的机会。
今天的比赛不仅仅是为了荣誉，还为了被武魂殿残忍杀害的参赛者。如果明日我们有人倒下，那也是以身正道，死有所归。出人命了！哎，这是他们的比赛，我们没有资格叫停。你很强，在天赋上我不如你。别废话了，你不动手我来。解月，成全他们。就打算用外附魂骨跟他们硬刚，你小子把我们也给算计了，以后再瞒着我们逞英雄，我就只有我的外附魂骨能够挡住他们。这个英雄就让我来挡吧。魂骨不会白毁，我们给你报仇。没错，比赛还没有结束。对，比赛还没有结束。如果结局仅剩惨烈，无惧在逆风中破茧，就算那羽翼被撕裂，重回当时就算胜越。牵你手往前走，黑夜白昼不停留，战争是否会错手。体力耗尽不用魂技，这已经不是在用魂师的方式战斗。这才是真正属于魂师的战斗。回首，你在我左右，情缘密语和诅咒，让故事不朽。
是残忍的世界，我不懂得谁的心弦，留恋却来不及告别。如果结局仅剩惨烈，无惧在你心中破茧，就算那羽翼被撕裂，重回到十九层深渊。牵你手往前走，黑夜白昼不停留，转角时空会灼烧，会心痛，依然奋勇去战斗，才叫英雄。抬头断一战不休，回首你在我左右，击溃命运的诅咒，让故事不朽，孤魂在放肆狂涌，守护你一腔孤勇，哪怕未来如洪流，也不曾退后。尊敬的冕下，我必须提醒您一下。你要提醒本座什么？唐三八蛛矛上的剧毒只有他能解，再拖延下去，恐怕您的黄金一代就只能剩下一个人了。让故事不朽，不会再放肆狂涌，守护你一腔孤勇，哪怕未来如洪流，也不曾退后。武魂殿学院战队认输。小刚，少年成梦想一人行，冲破那未知的风浪，闯成无魂转动命运的篇章，是无锡暗藏的能量，守护着青春的战场，等待时机逆转天落雨。恭喜史莱克七怪成为这届大赛的冠军，太好了。殿下，他们的毒都解了，回去好好调息。比赛结束了，该干正事了，把那女孩给我拿下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宁宗主，七宝琉璃宗是要和武魂殿做敌人吗？冕下，即便是武魂殿平白无故抓人也与理不合。可他不是人，他是一只化为人形的魂兽。就是当年那只漏网之鱼吧？没错，就是我。怎么，你们还要护着他吗？
当然，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人类。你是人又如何？是魂兽又如何？我只知道，你是我的家人，也是我的爱人。抓他，那么就先踏过我的尸体吧。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，别动三哥和我的朋友。机关一体，生死与共，谁也别想带走小五。李东，休想伤害我的学生。日月生辉，黄金传。仙品花王认主，我惦记也没用。放手。
凭你们也敢伤害我的儿子，滚开！残忍的世界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，流年却来不及告别。如果结局仅剩惨烈，无惧在逆风中破茧，就算那羽翼被撕裂，重回到十九寸深渊，一生往前走，停留皇后是，弗兰德，你们教导小儿多年，大恩不言谢，我唐昊欠你们的，来日必还。哼，昊天斗罗终究是昊天斗罗。念家，唐昊太过分，竟然想攻击武魂殿，让我和老鬼去。你？就你们两个想杀他？叫他们全都滚！唐昊，待我有天大事得成，我定叫你尸骨不存。既然唐三小怪物的朋友们已经脱险，那我便告辞了。等他回来，我老怪物再与他切磋妒忌。这毒斗罗对谁都是爱搭不理的，只对小三情以深重，也不枉小三当年救了他一命啊。小三和小五呢？小三的父亲带他们走了，武魂殿的七位封号斗罗一起迎击，也只是勉强上了的。不愧为昊天斗罗。你们放心，小五他们和他在一起更安全。三哥他爸太强了，我决定了，从今天起三哥他爸就是我的偶像。今日如果不是唐昊及时出现，我们恐怕谁也离不开武魂殿。哎呀，此地不宜久留啊。如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的精英大赛已经结束了，这些孩子也已经毕业了，我们学院也彻底把武魂殿给得罪了，他们日后一定会来找史莱克的麻烦。不要回学院了，就此暂去，也许会更安全。
等一切都平静了，我们再见。我们不能离开，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在一起，共同面对可能发生的一切。哎，现在留在学院已经不是上策，你们学有所成，不能困在这里，而是要去找到自己的路。大师说的是，蓉蓉也是时候跟我回七宝琉璃宗了。宁某在此谢过各位师长对小女的教导，他日若是武魂殿与史莱克为难，我七宝琉璃宗绝对不会袖手旁观。谢过宁宗主。蓉蓉，跟各位老师道别吧。你怎么了？宁宗主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你们都是蓉蓉的朋友，有什么事情但说无妨。我请求加入七宝琉璃宗，希望您能允许。当然可以，你这样优秀的辅助系魂师，我们七宝琉璃宗非常需要。谢宗主。行了，七宝琉璃宗欢迎你。你们任何人想要加入七宝琉璃宗，我都欢迎。多谢宁宗主好意，我和朱青出自星罗，尚有责任在身，还请谅解。如今出来已是数年，是时候该回家了。感谢宁宗主的赏识。那你呢？我我就算了吧，我从小在学院长大，我现在毕业了，最希望的就是回到学院帮老师们好好训练训练那些小崽子们。好小子，我平日看你没心没肺的，却有此心，想要留下来做免费的助教，老师没白教你啊。免费？嗯，其实我还有一个梦想，那就是游历整个大陆，可今天这一别再见面就难了。不过我游历的时候可以去七宝琉璃宗看看蓉蓉和小奥，也可以去星罗看看戴老大和竹青，说不定在路上还能碰见三哥和小五他们。各位少年英雄各有天地，我宁某也不便强求，但是请记住，我七宝琉璃宗的大门永远为各位敞开。各位告辞。等等，二龙老师，哎呀，哭什么嘛？我们史莱克的小怪物们，面对外面的世界就应该越挫越勇啊！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边跑边打嘛！哎呀，要是谁敢欺负你们，我刘二龙必定挑了那个人的筋。分开成长，对你们的未来有好处，但别忘了。史莱克永远是你们的家。不如我们定个日子，今天是大暑，五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聚史莱克，谁也不许缺席。希望那个时候三哥小五也回来了。五年后史莱克七怪不见不散。三哥小五，你们听见了吗？史莱克七怪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。
向血脉，渺小伟大的人将黑暗世界撕开，将善与恶的对白铭刻在时代的北海，蒹葭勇气的残骸绽放着光彩，燃烧因你而生命的魂，迎战未来，把命运打败，并肩同行的人重写一个时代，永不言败是英雄的期待，守护正义的光，坚定一个方向，不畏前往，被命运吞噬覆盖，心中的光炽热不改，残破不堪的黑夜终将破晓迎来，将善与恶的对白铭刻在时代的北海，蒹葭勇气的残骸绽放着光。